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嘅圣经金句咧系：你只是人而不是神。阿扎哈尔先知书28:2。咁啊，话说咧有个咁嘅古仔，系一匹马啊，嚟自蒙古嘅高头大马啊，被卖到去南方。南方啲马咧又矮小啲嘅。啊，于是个马主人咧灵机一触，就咧啊想抬高啲价钱啦。佢话嗱，大家睇下。我呢匹馬咧好犀利嘅，佢係咧健如虎啊，好似老虎咁啊咁健壯，皎若龍啊，好似龍一樣咁敏捷，絕塞北啊，即係喺咧塞外啊都好少有嘅嚇。咁啊，渡流沙啊，即係流沙都可以橫過嘅，橫渡嘅，行千里，即係一日啊，即係好犀利啊，千里之馬嚟嘅。咁啊，於是賣咗好價錢啦。啊，不過咧更加係一個悲劇，就係呢匹馬自己都以為自己係神馬。於是咧，佢有一次見到呢個泥泞沼澤，都照樣咧萬條斯理走過去，點知咧裏邊就有流沙啦。咁咧佢就絕咗落去啦，就拼命咁樣掙扎咧，反而係越陷越深。於是呢匹馬咧就葬身喺嗰度。佢嘅呢個悲劇咧，就係因為一方面佢嘅主人啊，馬主人嘅好大喜功啦，想賺多啲錢啦，亦都因為佢自己咧冇自知之明啊。咁咧呢個故仔咧就同我哋講咧，我哋處世智慧點啊？唔好受有風就唔好使盡力啦，得意當思失意時啊，有少少咧都要諗翻下，唔好咧咁傲啊，唔好咁自負，係咪？但係咧，我哋喺信仰裏邊咧，唔單止係咁，更加我哋要將自己啊呢份謙卑咧，等喺同天主嘅關係底下。我哋係人，我哋唔係神。冇錯，我哋今日嘅科技啦、醫學啦等等係嘛啊咩電腦啊咩嘢啊都好發達嘅啊，以前咧做唔到嘢，而家都做到啦。有時我哋都以為自己好似神咁嘅，於是啊做啊做啊，於是咧內心無限膨脹啊！但係咧，你睇下今日人類嘅社會，你睇下現代嘅社會係咪真係進步咗咧？殺人嘅武器咧就進步咗啦，不過咧你死我活，生靈塗炭咧依然係一樣，有進步到咩？幾時當我哋以為自己係神，可以操控生命，可以改變一切，可以話事嘅時候咧，悲劇就開始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等我們時常都記得，我們是人而不是神。不過呢，如果我們體會到天主的愛，接受祂的愛，和其他人分享這份愛，天主都會提升我們，能夠分享到天主性。那等我們呢，一方面謙卑下來，第二方面投奔天主，時常讓我們記得，你只是人而不是神。阿扎哈爾先知書28:2。